你记不记得你欠大家一点东西啊？欠啥？欠什么？你说欠谁？谁是大家？是谁？不是你，可能欠的有点多。你想一下，欠了什么？欠了5000万、6000万，还有7000万的分红福利。对。你想好有没有给大家什么福利了没有啊？说到这个事情啊，我已经想到很久了。那么就是7000万的粉丝福利呢，其实就是准备了一首歌给大家，就是之后呢，我会以最快的速度给大家跟大家见面。那么等就是这部戏拍完之后呢，我会去做这样的事情。然后6000万的粉丝福利呢，其实就是想给大家，因为很久没有唱歌了，所以想给大家再去唱一首歌分享给大家听。然后5000万的粉丝福利就想了很久，因为一下子要想3个真的是蛮难的事情，但是这也怪我当时没有去做这件事情。然后我觉得要不就这样吧，就是让要不就是你们去问问大家，就是想我去做什么事情，然后我从中筛选一下去完成，好不好？我知道，我欠了5000万、6000万、7000万的粉丝福利嘛。但是我现在不是正在拍戏嘛？你知道你还问，你是不是我，这是我的员工？是啊，肯定是。